因为是实习，他讲说严厉的话，那严厉的话，
是要让人性面前的痛苦。And those words were going to make people feel pain. 所以，释迦牟尼在传信息的时候，他直接指责来到他们面前，就是无声的走开。就是说，自己在讲话不客气，他把人的问题指得很清楚，他并不怕得罪人，因为他要把真理指明，要让人看到自己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来得到解决。所以世界现在是为耶稣一边被盗，一边被买下。他的角色不是去安慰别人，反过来是要像来把刀刺到人家心里去一样，让人发现没有耶稣，他没办法解决。因为要得到力量，所以世界一样，他不是时候的。那当然，是世界一样的门徒也是时候的。所以当时世界一样的门徒也是时候跟随的人。那一样，第十八节要法利赛人跟他们。那法利赛人他们是为了要过这个敬虔的生活。他们就是注意力律法，所以他们该进食的时候一定进食。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记载，七月他们宗教律法七月的十号，他们全体进食。这就是所谓的赎罪日。这是全国的以色列百姓全国进食。那这些问题啊，其实
这些现象就慢慢改变他们的习惯，就是说我们要在你面前这样很健全的那种生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你看到不加维斯巴的时候就讲比喻的时候，我在讲讲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三章当中做错法。第十八章，加第十八章，这个法利赛人到圣殿去祷告，他跟神这样说，第十二节，我一个月半之时，你所夸所说的都是信上的存之义。所以法利赛到最后，他们这边的每半之时两次。他们所得到的是限制的，所以我们从行为上，这些人很境界。那当时有一些很多人，实际上是觉得这样做很好，所以跟随成为法利赛一个教派，很多人是他们的。所以你看伊斯西米亚跟法利赛人，他们这是两个极端。And so the disciples of John Baptist and the Pharisees start like一个是On one hand, they were not eating or drin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fasting two times a day and seeking together for repentance. Lord Jesus also had disciples. Lord Jesus also had disciples. So people were following the Lord, seeing what he was doing. So the disciples of Lord Jesus were eating and drinking. Jesus was invited to stay at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the disciples also followed. They were very happy in their eating. At this time, look, these people were asking why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were eating. Jesus There's a time to eat, but a time to fast.
所以主耶稣他在告诉我们的生活，在真理里面生活，事实上是很丰富、很正常的。凡事有时的是说，这个时候是神在安排的，该做什么时候，这是神的引导。你看，在传道书第三章他这样说，什么都有时候。这个时候是神来定的。第一，凡事都有定期，地下万物都有定期。你看第四节说，呼有时是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那第七节这里叫什么？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一段信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在安排我们的脚，在异世界我们这个人间生活的这个步调。所以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这个就是顺着圣灵带领。所以他们说生活在完善的中是过境界。但是确实是最正常，因为这个时候主从在他们本来就应该欢喜快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接受这些人的邀请，他当讲就是不行。这个时候主从他们不是像完善人一样用一个所谓的境界的外表去气节一些想要邀请他们的邀请。他也不会，他也不会在意这个人是罪人，或者是按照他们的那个传统，或者是犹太人他当时是到把他们家里做东西，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因为律法上的这样子不合理。但是主耶稣他是这样，他确实是这样子。他不管是谁，像税吏要求他的罪人的朋友一起来吃喝的时候，就是带他们一起去。所以被禁止的时候，就是被禁止的。那这个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要谨守信心，要谨慎祷告。有时候我们要就是有，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要活在真理，因为我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则。你看，我们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呢，会让我们学习神学习谨慎祷告。其实进行祷告是要让我们了解，我们靠着神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胜过肉体的饥饿。当他学会进行祷告后，他以后碰到生活当中进行任何的挑战，他都可以用祷告方式胜过。我们这些这个成长阶段，他身体的需求最大。但是小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适应力最强。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人其实有很神就有设计有很大的潜能。这个潜能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靠神，真的能够追求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用的力量不足分身不足。主要是这时候，他并没有要求我们祷告，继续祷告。但是他这时候日子会到，期待他们来。那时候他们要进食，所以主耶稣应该在三天去。他现在圣灵建设教会。建设教会就是要传福音，
传扬文就是要跟这个魔鬼打输的一个战战，就是在这个传扬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跟自己进行战战。那这样子战战，我们就要得胜。要得胜，就是要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从祷告来的。这个祷告就是要能够达到神面前我们神这一点。那我们要祷告得蒙神的垂听，即使这是一把神。因为就是神为力，既有肉体需要去追求更高的神的要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那个刻薄的心，也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内心真的是看重属灵的需要。我们的肉体其实是有时候可以刻薄一些的，我们是可以刻薄的自我的原因。这个时候主耶稣，你看他到处很苦，他在的时候他没吃喝。他不在的时候就进食祷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学生时代，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发现说，学生有进食祷告，他们那个上课的精神不一样。So we actually notice that if students have been fasting, then when they're in class, it's actually very different. 有时候我们坐下来，我们担心说，他都不吃，他甚至都不抽烟。Sometimes we worry that if students are not eating, then their bodies cannot take it. 其实不会，那一定会更精神。Because they actually need more. 因为我们发现，真的进食祷告，学生的上课的专注程度很好。Also notice that students have been fasting are even more focused in class. 因为其实我们身体会自动补足他们这个时候需要。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专注的时候，你有时候是天上上面睡觉的时候，你还可以正常进出。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人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体资源，神本来就有。设计在当中，让我们可以克服身体一些需求。This is because God has designed us. You already put in function so that we can actually overcome some of our physical needs. 你看，基本上都是神明加在他们身上，所以进食祷告是为了进行要跟神更亲密。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追求属灵的，肉体需求神会被满足，一定会够。记得进食呢，可以让学员他们可以去思想自己的罪。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吃乖乖的时候，忘记自己所做的意义是什么。人在快乐的时候，很难去想那个他哪一些过犯。但是在做的时候。特别是在肉体上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生就会很担心，说到底做了什么事。所以其实是要让我们懂得在神面前要悔改。我们看一下约珠。这一节书其实我们常常在和西亚书后面，这是有关于要那个时候要受圣灵的应许。这一节书会预言这个神的独一见义。
主会再临的日子，那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一句话，十二节就是说，虽然如此，你们当尽职务，尽悲哀，尽心向下。 十三节要失衣起裳，要失衣服，归向主神，因为他是恩典、怜悯、轻慢、丰盛、慈爱，并且后悔的将所说的灾。 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面，这个最后两个换掉。其实第二十一节那里，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面，我们看它这个主要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对当时候的这些死问主耶稣不进食这些人的看法来说，对，就是当时候听众主耶稣他们在讲这个心腹要不要救主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我有可能会遇到通通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遇到高患的时候。
信之后，绝对不会是一种做这种方面。还是一样要有困难的时刻。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思想。但就是说，我一定要从困难当中得到提醒，得到什么教训。有时候借着困难让我们学习功课，或者是透过困难让我们更体会神的慈爱。但是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那这样到底什么时候叫什么样子？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心里面却不会高傲，不会自己厉害。反过来更感谢这一切所生的恩典。所以喜乐的同时，我们是很轻松的。所以基督徒的喜乐生活，它是很满足，它是很合真理的。不会放肆，在喜乐的时候放肆，做这些该做的事。其实今天主告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哭，有时候在笑，在笑。所以我们不要像我们是需要心理更健康。那生命更新变化，上是真正做到的原则。就是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顺着真理学习道，就能够把它讲出来。那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过程当中，其实都一直不断在学习。每个阶段都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都在成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前面在进行祷告的时候，家长很担心。我们害怕到时候他们能够没有吃饭再怎样。其实不会怎样，他们会比以前更健康，他身体会更好。因为有主的恩，他们成长。因为有时候信仰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刻意的追求，才会超越障碍。那他在学习生命的期间呢，许多同学有没有一起祷告？这样的机会是跟我们自己个人在家里单独生活一样。我们上个星期才刚刚结束，在加州举办的青年神学班。我们有一个学员呢，一组学员，一个学员后来进行了几天的，就是散步生活的。他本来没有打算在这样的，他想享受进行三就好。结果后来说他那一组。他那组里面突然说：“哎，我每天中午的时候就全进进食，那刚刚好，就全进进食，全组的。”对，所以他说我们没吃的，马上去祷告，祷告一个小时。然后早上的时候，他又没吃饭，然后说为什么没吃？因为要叫他进食祷告。所以他说进食祷告，你要祷告什么？他结果就这样一天都没吃了。但是他其实他整个学习的过程都精神很好。他反而在这个实习班期间，就觉得很体验，还是很好奇。他说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恩典是没有落空的。我们对你积极归向他的时候。就体验到就是恩典的怜悯，主耶稣他愿意用人更亲近的，所以这位主是给我们喜乐的，是给我们吸引的观念的，要让我们得到力量，再看马来马古的加上二十三节，这是另外一个段落。这是在提到，就是
安息日的主。As much as Jesus is Lord of the Sabbath, 那这个是你看，就是当时的时候，从麦基进入到那门徒行营的时候，其他麦基是没有做的。That's why Peter happened that he went to the grave on the Sabbath, and asked him when his disciples began to pluck the heads of grain. 哦，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同一事情在麦基书上跟加一章都记载。This is also recorded in Mark and Luke. 哦，门徒行或者麦基的时候，当其他麦基是没有做的。The disciples, when they went past grain fields and plucked the heads of grain, it was because they were hungry. 他们不是没死哦，没死哦，因为掐麦穗来打发时间，或者是做一些快速事。They weren't just randomly doing this and doing something we're not supposed to. 他们是掐麦穗吃的。They're actually plucking the heads of grain to eat. 好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对耶稣说：“你，他们在担心，为什么做不可以做事呢？”那表示他们肚子饿的时候，从路边呢掐麦穗吃，这个动作不可以。啊，其实地方上并不是这样子。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载，大卫和跟随跟从他们的人，把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念念过吗？”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应该是第二十一章啊。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我们第一节有看到。这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二十六节就是大概讲一下，他说当亚比亚拿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祭奠的神殿，吃了神圣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就是祭司以外的都不可吃。那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对照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圣殿，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没盖起。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会幕的所在地。那时候。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的摩伯，就是摩伯这个词呢，祭司亚比米勒、亚西米勒在战争中出卖祭司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些同一经文的人名啊描述不太一致。So
Sometimes you might see that the names do not seem to be the same. It's actually the same thing. 好了，现在这个特别说，你看大卫他说的是圣灵啊。 And so when Jesus said, did David not eat this holy bread? 那特别是大卫听到之后，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很尊重大卫。 So especially he said David because the Pharisees respected him. 因为他们以大卫是他们的王，他们建设这个以色列王为荣，因为他们大卫是他们尊敬的王。 因为大卫被称作何时纪元王，因为大卫是基督的儿子。好了，总之特别说，你看大卫他是本来是有祭司模式的品牌。延续就是说，其实，在神看来，当时大卫吃橙色饼没有错。虽然圣餐他不会吃。 但是这个橙色饼本来就是祭司的饮食而已。现在祭司把这个饼给大卫吃，没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这件事情，我们不加税，而干犯安息日来说明，其实我们不应该被安息日这个条例绑住。 因为到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是的观念里面，他们安息三十九件不可以做的事。这些都是在原始的摩西律法之外加上去的。这是后来他们这些所谓的儒释。 为了要提升自身，加上自己的条例，因为怕干犯自己。所以当时就很害怕。不能够太远。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会场的时候？就注意看附近一定有大的社区。 不能让人，certainly，也就是那一点不太远，我们回头到门外，门外。那他们其实可以走路程之内。因为后来他们被降下去了很多的条例。因为后来他们被降下去了很多的条例。他们不看重安息日。但是事实上，在安息日之间呢，是自由。但是事实上，在安息日之间呢，是自由。 这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把安息日已经高过这个所谓的安息的道路的神之需要，因为丧失了安息本身的意义。所以这些事情会特别被当时代人讲解。 所以这些事情是特别会当时代人讲解。所以这些事情是特别会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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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代人讲解。
他的放手就是很标准。How the Lord Jesus observes as evident as the standard of his heart. Look at how the Lord Jesus does as evident as the standard of his heart.When he was in the temple, and read the laws of the books of the Lord, and when he went into the temple, then he was worshiping God. And when he was in the temple, then he was worshiping God. And when he was in the temple, then he was worshiping God.So, on the seventh, there is a gathering. On the seventh, there is a gathering. On the seventh, there is a gathering. On the seventh, there is a gathering.And after service is evident, and sometimes people would invite him to their house. So, after seven, the Lord Jesus went to visit Simon's house. And that was when Simon realized that the Lord Jesus was preaching.
So that we can come to have
这张信息能够跟我们将来的地藏没关系。因为我们从中发现人生是刻苦，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那最后我们离开的路是在哪里？我们期待天地上的关系，所以安息日让我们更感谢神的救恩。所以主耶稣是说要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但是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当中，不可以放肆。虽然讲了律法，现在不可以做，但在主的恩典都可以做。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安息日一些神要求的标准是什么？要告诉主的手术。就是要从心里面真正尊重安息日。我们知道这一天是神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做一些我们本来可以做安息的任务，去因为内心的松散，接受神的所谓的力量。我们这次有一个这些年轻人来见证，把他自己的这种怀教的一个经验。这位姐妹住在偏远地区一个教会，但是她通常如果她休息的时候，她就跟东方的教会透过网络一起聚会。因为她中午，所以中午时间跟这里慢慢影响。我们这边如果时间是15分，要到那边就是15。我第一次看到他，在他身边玩的时候，他让我从头到尾看过。他说，我第一个跟你第一次见面是他看到我。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哦，原来就是他看到我去聚会。他说你声音很熟悉。我也知道，原来他都跟着我们聚会都听到。所以我们聚会。那如果我们在聚会能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当时几点半去？因为他们是真的很准时的，到了之后他们就在网上就准备聚会。我们弟兄姐妹交聚会的时候，更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能光照让网上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假象，说哦教会。我们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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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的
朋友的生日的那个宴会是在哪里。So she had promised and told her friend that she would go to her friend's birthday party at 11 a.m. 他想说明天跟你们一起来，可以的，感谢我今天那次就是去讲，接下来两个礼拜。She felt like it was okay because it was once that she was doing this nutrition and being church for 2 weeks. 所以他当天晚上就好好睡。So on that day, she slept very late. 星期五就睡得很晚。Friday, she was sitting there, she was just really like on Saturday morning, and she thought it was fine. She said, well, that's what, she said, she woke up, it was almost 11 a.m. She said, she thought she was in the shower. She said, she had to make sure to get to the birthday party. When she went to the shower, there was a lot of people.从来没有过这样子。And I never got to her. 几周洗完，赶快跑到房间躺。躺的时候，当场想到，今天是主日，好高兴。所以，趁机跟神祷告，求求原谅我。我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子。这种想法，他在神面前真正悔改，因为他内心已经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今天没关系的。祷告的时候，他就好，他身体就好，这个时候他就明白，原来在主耶稣，他爱他，所以他叫他。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他内心，他的从心里面没有在做装饰。他看重朋友的生日的宴会胜过在安息的时候多一点时间来听到主的话。他其实是面具的主位，反正我和朋友都上台。Thank you.